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斌哥。现在咱们来到荔枝地镇，这个是培植效啊。啊，像这种的话就可以打包果药了，已经并单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啊，一粒一粒的，你看还有一些雄花在开嘛，就可以打包果药了。摇一下给大家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果还是蛮不错的。你看这些卸的早一点的就更多了。你看这些就更早了，脱的还是蛮不错的，这个早熟的早花的这个，哇，看到没有啊？打什么药呢？打二四地一克兑水600到800斤水啊，然后或者那个奈乙酸也是一克兑水600到800斤水，或者银朵乙酸两克兑水600到800斤水，可以加一些氨基酸啊，云台素内酯这些也可以啊。杀虫的话可以打啊，杀虫杀菌的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杀虫的就是高效沥青、紫紫这些啊。现在气温回升，好多都没有，现在就这几棵树早花早果一点，这边还正在开。所以说打不了我这边，如果你是比较统一的就可以打，像你零零散散的就打不了。你看这种，像这种就是可以打包果药，就是这种花全部看成是褐色的啊，然后你再打就蛮不错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一棵树都是蛮早的啊。今天呢，就带大家看一下啥时候可以打这个包裹药，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啊，就是这种最后一批雄花开啊，基本没有，基本其他都是褐色的，果也有很多病单的或者没有啊，就是这个时候打就蛮不错的。好了，今天大家看一下这个荔枝培植效。